命病的到来，我们感恩在台东永明博士在大殿里面每天听经闻法，看这个百香果花丰硕累累。我们从9月1号来接的时候了解到你看，虽然前人种树，透过我们真正的了解到佛和慈悲，我们将这边的食物，尤其是百香果当中它里面所有的营养素它都不吸了。我们从皮的外壳当中，我们如何将这些花青素以及这里面的微量元素，透过百香果白白的以及皮以及我们里面的果实，这些都是因为佛的慈悲，您只要一颗一颗就能够将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管内部里面的自由基，因为乳酸造成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当中跟脂质的不平衡，我们透过在常住法师来一家人来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将皮运用的淋漓尽致，整个原始我们完全在我们日中一时当中发挥的淋漓尽致。也看到呢百香果，我们称呼它叫百香果菩萨，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元素，生物的结构，透过为了要供佛，供佛，佛是代表觉知与觉醒，了解到深入佛法，让我们人类可以佛化，因为佛法代表是一个清清净净、清净平等觉，也代表觉醒，所以佛是代表觉醒，这个华文的意思就是觉醒，觉醒在大自然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尤其30%当中食物很重要。那我们也了解到食物、睡眠、运动、环境和阳光、空气、水，缺一都不可，还要有70%的深入佛法才能够活化神经元。我们今日的主题就是如何让博士的这个在太平洋上的这个黄金百香果这个皮以及它的果肉中间的这个白色，我们如何能够来让大众以及白金家人唐玄宗未来佛真心能够真正达到平衡，就是透过选食物的原食物了。也祈愿您看到吃一片，我们让更多的人都能够达到身心的平衡，透过大自然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身心的大自然，我们需要大自然的平衡，我们更感恩在此地所有的生物、所有的植物们辛苦花金树带来的这么好的供果，让我们能够有清净之心来供果。谢谢你，谢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的我们都是百香果，谢谢你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吃影片的生物的微量元素都能够置入到自身，达到神经元的活化，使清楚。